宝贝，嘿、hey, ，林大哥，阿宝老师晚安。嘿、hey, ，你好。这个讲着，听着你咧讲药啊吼，嗯，我就想讲，真正老药头啊，加减用是真正袂歹啊。因为你像我正常啊，大家拢对新药啊，对新药啊，但是我感觉我来老药头转来转来吼，也个袂偌歹用安尼。啊，但是这重点要问老师哦，但是叶儿咧，咱大部分伫咧。所以你用药顶眼看，比如说甜菜叶儿，还有虾豆皮名，啊，我要怎去区分哦？伊是苔成虫的，还是苔一种迄个幼虫的，还是沙卵的？大部分要怎去区分？哎、啊，嗯，你虽然是迄、那个糖啊工厂边糖啊工内底，断伊会掉只会死，啊，但是打成虫卖来，伊就没有糖，没有卵，啊。所以我来看的是成虫比较重要，啊，但是我唔知啊，成虫有大概有哪些药可以用，啊，要那伫外面安尼看，要安那去区分安尼，麻烦老师，谢谢。嗯嗯嗯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嗯，来，来，这个是安尼吼，就是讲啊，比如讲，咱以蛾类来讲啦吼，以蛾类来讲，咱要用的这药啊吼，比如。啊，找一个葱的这个用药，然后咱提这个来做一个这个探讨哈、哦。就是讲，多数拢是针对这个成虫啊，哈、哦，这药啊呢，你针对幼虫的这个啊，不太容易啦。但啊，包括像讲咱咧记农药的时阵哈、哦，那么多数哈、哦，多数拢会先去看讲啊，这个是什么款的这个。细菌性啊，真菌啊，细菌甲真菌先甲分开的原因是因为呢，细菌的药啊，都过期镜头啊，都熬了吼，所以细菌性的无啥物药啊通好用啊，真菌性啊，较去分嘛吼、哦，去分无同类内底用啥物药啊，啊，这一般都是用先去记忆的少的啊，剩的就是啊，其他就是验收案吼，其他遐物件呢，就会当啊，这个比照办理。吼、哦，所以通常咧记是记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以咱这个肠啊内底来讲，吼、哦，咱用到的即个滴啊，这个所谓吼、哦、这一类的用药多数吼，多数呢啊，以咧台的啦，吼、哦，大多数甜菜叶儿吼，苏、哦、力菌吼、哦，那么即个物件呢，即拢是针对吼、哦，针对这种啊，这个成虫之类，但是伊成虫不好杀，所以呢，也个出一挂这个药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去抬这种的一个幼虫，那么抬幼虫啊、通常就是讲伊含胎卵个无同款，胎卵就是讲伊迄个药啊爱有法度渗透迄个卵壳，这种它是叫做胎卵嘛吼、哦。啊，咱通常就是讲伊的这个药啊呢啊，伊也是去割掉吼，比如讲伊有成虫有幼虫，幼虫去割掉，因为啊，咱真济吼，你当然因为迄虫会飞来，但是你伫帐顶，你就是爱哦，遐幼虫袂当变作成虫哦，所以啊，咱咧种的大概即个林，即、這个有机林子，即草，即药啊，种的，啥物熊，啥物熊，迄成虫，迄都拢会死啊哦。啊，但是多数咱咧种只药啊内底咧啊，有机林子之类的吼、哦，就是拢较针对这种成虫，当然幼虫嘛好，唔是讲干那成虫啊、哦。那么啊，其他啦吼，像这个啊，一挂像青春激素类吼，都只讲到芬诺克啦、百利普芬之类的吼，啊，是讲像这个伊一挂这个几丁子吼，就讲伊袂好影响伊痛卡的这种啊，影响伊痛卡的这对成虫的不好哦、啊，对成虫的不好。那么因为咱就较好记啦吼，就是讲。因为你安尼去甲记呢，就是啊，这种物件伊就是针对吼，比如讲啊，这个什么龙这种吼、啊，这个几丁子合成抑制的吼，啊，够一个这个什么镜吼、啊，这类的吼、啊，这部分镜啦吼，塞灭镜啊，这种呢拢是影响到伊痛觉的，好、啊，啊，然后个一个就是啊，这个什么诺吼、啊，这个灭分诺吼、啊，可分诺吼。啊得分诺哦，这种的呢，这通常就是啊，影响到伊的一个去干扰。反正这类的，就是啊，即个什么镜啊，吼，什么镜，部分镜、塞灭镜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影响到伊几丁子合成，这影响到伊痛卡。啊、哦，
啊，藤壳就是这个幼虫较有壳通藤，吼，成虫就无藤壳啦，吼。所以你若是要转成虫呢，不分茎、晒灭茎，这都袂使，吼。啊，蜕皮激素就是啊，灭分诺、特分诺、德分诺，吼。啊，几丁子合成的，上面龙、六福龙、克福龙、二福龙、那个诺华龙，上面龙、上面龙，吼，这种呢，这通常就是几丁子合成的。那么除了这类以外，这些以外，吼，那么春的来就是。就是记载你用啊啦，哦，剩下这些物件呢，啊，大部分呢成虫甚至幼虫嘛，好比讲像咱啊，这个皮丹，哦，皮丹，哦，这类阿巴丁，哦，这种呢，啊，这个这些物件，哦，阿巴丁，啊，阴灭丁、密灭丁，哎，这成虫其实抓到伊个有一个这个啊，整个的这种。啊，过程它会被阻断啊，这完那有好，这对成虫的好，而且有机磷剂动呢，你本身对糖的是一种毒吧，好，所以呢，啊，基本上呢，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啊，这个效果安尼哈。那么这大概咱是安尼去记的哈，就是讲都只去记这个啊，都只讲的遐就是针对幼虫的较少，好，就是讲这个药啊，讲你幼虫好，有一种药啊，通常呢，啊，这个针对幼虫哈。相对于虫仔迄种的这效果的啊，来依咱台湾人的个性啊，无看伊虫咧死啊，哦，迄种咱就感觉袂合哦，所以呢啊，真有可能的，伊就感觉讲，这个药啊歹哦，这个药啊歹啊，真容易有这种的这经营三星啦吼啊，像这个克安博吼，还是讲像这个赛素安博吼，克安博吼啊，赛素安吼。啊，各有一个大概这一类的药哈、哦，这些物件呢，以啊成虫毛好啊，幼虫毛好哈、哦、啊，因为这种足济啦、哦，所以记不了，这也记不了，所以你就是干那去记一种针对幼虫的迄种药啊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我咧记拢会干那记啊，针对幼虫的这个药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啥物龙、啥物诺哈啊，这种的呢，啊，这就是针对幼虫啊。你后盖呐用的迄种药啊，你就咋讲？哈、哦、哈、哦，这种药啊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些物件你就知道说哦，这个呢大体上啊，大体上呢就是可以去了解到哈、哦、啊，这些物件就是啊比较较俗这个啊，针对这个软糖的这个油啊，哦，这就是讲幼虫，因为你成虫你无烫壳，这些物件它就啊影响就不大哦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技法了哈、哦。啊，春呢你就免啊免想去记啊嘛，因为足济嘛哈、哦，比如讲像这个。啊，这个皮丹吼，皮丹吼，这啊，这是一个这个尼古丁类吼，这乙烯胆碱的一个这个啊，这种阻断的这个过程啊，这种呢，皮丹这个幼虫毛好，成虫毛好，哦啊，所以你都不可能搁去记嘛，这记不了，现在以后咱不是专业的，人咧，逐工咧记，到尾啊，伊伫头壳，伊就记会出来，我记遮侪单啊，我唔是专业的哈。啊，我们唔敢讲啊，这个有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唔敢讲啊，记足济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我的计划是安尼，就是讲，把这物件给分开，再针对啊，这种幼虫的这种哦，就讲虫仔有效啊，剩的就啊，这个较无效的这种哦，啊，这个呢，啊，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有这些差别哈、哦，所以通常就是青春激素类，啊，过来就是这个蜕皮干扰的这个部分，好、哦、啊，青春激素类呢。啊，就常常咱咧啊咧讲的这个百利福芬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芬诺克啊美仕品啊，大概这三支，哎呀，咱就记起来吼，它基本上就是安尼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几丁子合成抑制，吼、啊，几丁子合成抑制的这药啊，就啥物龙吼，啥物龙，啥物龙这种的吼、啊，二氟龙、克氟龙、六氟龙、德氟龙啊。氯芬龙哈，这类嘢，诺华龙哈，这你个季节上面龙的啊，春天的大概啊，你就怎讲啊？这几丁子合成抑制，这都是做糖仔咧用的。哦，过来就是这个蜕皮干扰的哈、哦，这个啊部分茎、晒灭茎，哦，这大概这两类哈、哦，这个大概呢就可以记得。然后这一个什么诺啊、哦，是什么诺？蜕皮干扰的这个哦，德芬诺、可芬诺、德芬诺，咱常常咧用哦。那么灭分诺啊，这你就知影，哎，大体上啊，剩下咧就记了啊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就是成虫，有诶可以针对成虫，但是上起码成虫、幼虫拢有效哦。比如讲啊，克安博、赛素安博啊，
那么啊，这些东西哦，这些大概呢，成虫、幼虫呢，啊，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哈、哦。啊，这些甚至呢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就记也起啊，无哦，伤济啦吼，咱物件安尼济，啊，头壳底未了哈、哦，所以大概是安尼这个啊，使用的这个方式。所以你注意下看哈、哦，这伫推荐用药内底哈，克安博哈、哦，那么。可芬诺哦，诺对吧？哈、哦，是这种的这呢啊，这些物件德芬诺哦，这几个是啊，哈、哦，这种呢啊，这些物件呢，这可能跟它有关哈、哦、啊，够一个什么龙呢？哈、哦，这福芬龙哈、哦，这种哎，这嘛是这个啊，针对这个幼虫的啊，够一个这个鹿芬龙哈、哦，大概是啊，你用安尼去记，啊，大概就可以知道哈、哦，所以啊，稍微给它记一下啊，这有当时啊就。啊，效果还蛮不错的啦，吼、哦，这同学啊，不也是安尼去了解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你配药的时阵啊，要安怎去配啊？有的人讲啊，甘得爱遐讲究，吼、哦，甘得爱这个，吼、哦，这实际上啊，多花一点心思就少花一点钱，吼、哦，这个最主要是安尼啊。但是话讲倒转来吼，都只林大哥讲也是很有道理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这个。大家拢去对这个新药啊，新药啊，大家会去吹嘛。吼、哦，一个物件若是出来的时阵啊，这个新西药啊好放晒吼，啊伊嘛较无抗药性，吼、哦，刚讲实在伊嘛较无抗药性，吼、哦，比较没有抗药性，啊，所以伊咧用呢，就效果袂好。比如讲克安博对吧？都出来的时阵，迄只青咖吼，迄干嘛有青咖食果啊吼，这足厉害对吧？啊，今嘛呢，就大概不是干嘛麻麻，是不是安尼？哦啊，所以这物件就是安尼，就是讲你那是一直去甲用哦，这有够好用啊！不啊，我讲一比一中吼，迄绝对一支药啊，抓落就安怎安怎啊！迄我相信你绝对无甲骗，迄拢是真的，拢有点嘛无甲你骗嘛是真的。但是你加抓两遍啊，看卖啊一个。嘛是麻麻啦，嘛是这个，所以咱这种为什么咱伫节目内底一直咧含大家咧讨论讲啊，这个轮流用药啦，是啥物款哦，一直咧讲这物件啊，这个目的吼、哦，这个目的是希望讲大家这个观念慢慢去建立的吼、哦。那么要怎去建立这个观念的时阵，就是讲啊，咱药啊哪买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物件啊，搁一个上界讲无上无输赢的，然后上无输赢这个代志就是讲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即个老药啊，吼，讲啊歹听的，就是啊，久久啊，无人会去药吼啊。即、这个第一啦吼，无利润啦吼，第二厂商也无介认真咧杀啦。哦，啊，伊无介认真杀，伊就那是我小卖店就无利润。咱讲上坦白就是安尼，有诶讲，啊，迄个有效就好啊，有效是咱感觉有效，你会晓用就感觉效果感觉袂歹，因为你要目的是要赚虾米，你足清楚诶，所以你用就够。啊，你也是讲啊，照安尼用也无去甲轮哦，啊，就要啊，即会感觉讲麻麻，但是咱也是互相去搭配哦，即个啊，有头汤羹，有头成虫诶，有头卵诶，吼、哦，大概稍微给它配一下。啊，何伊有这个用药啊，这个复杂度哈、哦，真复杂的这存在的时阵呢，啊，伊要产生这个抗药性的这个机会，唔是讲薄啦吼、哦，就是讲东方不亮西边亮啊，这边转你未死，何你戆戆，我这边嘛是要爱你的命、哦，所以基本上伊都有这款的这个啊，这个效果出来安尼、哦，所以我咧用药的这个习惯，所以有当时啊，真侪人拢会讲啊，健讲啊，讲百利普芬，对吧？啊，因为足侪人未晓用百利普芬，好不？哦，这不是讲咱咧，唔是讲直接咧讲这个大声话，足侪人嘛是感觉讲，你讲话哦，那个转迄个去，啊，你也无去甲用看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呢。啊、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就是讲啊，咱希望讲伫咧应用的一个这个规定内底啦吼。那么为什么咱一直咧强调这个啊安全用药的时阵哦，一直强调这个用药的这个技术，啊强调这个用药的技术上最重要就是跟你讲啊，要安怎去搭配。啊，所以啊，拄则讲的是一个技法啦吼、哦，就是讲你若是有真正要真认真，啊，若无你就是。农药买回来，你就是去甲伊啊，头家配什么药啊，互你，你甲伊记看卖啊，一个吼啊，记看伊个是虾米款哦。比如讲啊，伊麦丁啊，伊麦丁伊个这代号是六吼，这个伊个作用机制，迄、那个机制是六。啊，这个德芬诺吼、哦，这个德芬诺搁一个诺对吧？啊，这个台专门台幼虫诶，所以你若药咧背诶时阵，你敢若抓得分弄，迄药是无啥好。
啊，什么时阵爱去注意这个野下的背啦？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边、啊有人这个闹坑呢，吼、哦，这种你得爱细致啊。因为虫要射过来，这个机会较小；但是野下要背过来，这个机会较大。啊，伊即马底下食食食食，到已经拢变成虫啊，拢无咧管啊，迄成虫就背过来，迄阵咱。啊，可能针对的一个这个预防，因为你无看到成虫啊，无看啊，但是边啊都有这种啊，这个自然的这种吼、哦，人伊咧啊，人伊讲的是叫做生态种植法吼、哦，啊，这种生态种植法底下咧，甲咱种吼，啊，种一寡虫出来的时阵，啊，你要去防迄个成虫，啊，你要防成虫的时阵，啊，你的偏向，啊，迄阵你用这得分诺都较无这个意思，但是你抓过了，比如讲你。开始看这个成虫真济，抓过开始看到幼虫啊，啊，当然就表示讲已经入来啊嘛，吼、哦，迄虫茎较济啊，迄阵呢，啊，抓虫茎药啊呢，给啊加一出来，因为一般吼、哦，这种啊抓这个虫茎这种的一个啊，这种药啊吼、哦，就是这不是全部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基本上吼、哦，基本上这个抓。抓这种的一个，这药啊呢比较有什么呢？系统性，就是讲伊的渗透性较强，哈、哦，这物件就是安尼啊，伊的一个有这款的一个，这个啊，这个病讲像这个晒麦症，哦，伊这啊烫卡的，哈、哦，所以这种呢，就伊的一个这个系统性就较强，所以染一挂这类呢，就较好用，而、且。啊，但是有当时啊，这药啊也不是全部都是系统性啊，但是比较上吼、哦，有当时有一挂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药较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咧用的时阵呢，啊，就会比较好用吼、哦，这个原因是安尼哈。那么这个基本上是我个人的这个认知啦哈、哦，我个人的认知是到这个所在啊，所以呢啊，我的这种想法啊，这讲给你做参考哈。那、啊、么、这纯粹有当时啊，就是。有的人讲啊，讲这要创啥哈？讲这这个意思就是跟你讲啊，那、是无聊哈、哦。最近拢咧居家隔离哈、哦，大家那是因应拢咧减少人员流动的时阵哈、哦。那么噶这种这个啊农药作用机制分类检索表哈、哦，这物件你个提出来帮研究一下哈、哦，看你抓过这个药啊，到底是抓对一种，还、啊、是什么款？啊，你修改这个研究一下哈、哦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呢，哇哦，哇哦，哎，哦，为什么会哇好几声？因为家己的一个这种会大开眼界哦，你家己的发现，然后见很多新大陆哦，然后你的用药啊呢，就会作者这个组合的造出来，你想要安怎用药，加上你那是够做记录，那么呢，啊，这个呢就非常哈、哦，非常的。啊，非常的好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基本上呢就这样的一个啊情形哈，这底下我男和朋友小做者参考，嗯。